哎呀，突然间是又见这个教堂啊，这是一个后面的一个广场，这个广场是真漂亮啊！你看它的这个电话挺有意思的啊，这电话是没有玻璃的。哎呀，这太黑了感觉。哎，这边能好一点，我从那边照。哎呀，我现在又在这个这边闲逛了，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，淅淅沥沥的一些雨点啊。这云呢，有些地方没刮过来，你看天上这个云在啊，有些地方有些地方没有的，你看这些地方就是空出来了，是没有云的，这边就是有云的啊，这面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建筑啊。